正确使用三个面部区域，一 T 区，二左面颊，三右面颊。超声波导入模式，接上电源，把化妆棉固定在探头上，使护肤品充分浸透化妆棉。Isolic 键开启超声波功能，将探头轻轻紧贴脸部，由脸颊至太阳穴进行提拉护理。采光换肤模式，佩戴好眼罩并选择 Photo 键，利用光疗法有效针对眼袋、粉刺、痤疮的皮肤问题。震动按摩模式，按 Rubber 键进行提拉按摩护理，使皮肤富有弹性和光泽。